做 facial 啊嘅朋友都開始訂飛咯，多謝大家咁支持。已經爭我一身飛大啦。咁又有啲人可能冇睇報紙就未知我出年七月開咯。咁啊，今日再講下係攞到期出年嘅七月會紅館開演唱會啦。咁啊，係啦，訂飛請早。有冇話可以透露？我暫時未知，不過嗰日就約咗唱片公司嘅同事傾噶啦，咁心裏面大概有個數啦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唔宣布住，因為仲有好長時間。睇、嗯、你會唔會想打破下你自己啲記錄？我從來冇呢個心態㗎，我覺得係咁多，好似越開越少添，即係可能可以開17場咁 end up， 我係開13場，咁我冇嘅，從來都冇要追個數，我覺得係。因為我每場都要嘔曬所有力出嚟啊嘛，咁同埋有出碟噶嘛，我覺得睇碟都係一樣嘢嚟嘅，咁所以我冇特別要追數咯。都會可能未必3場休一場咯，即係可能4、5場休一場，休就一定要休噶啦，我覺得。因為個體力啦，咁你知道我一爆發完好攰啊嘛，咁所以都係要咁，所以攞個紅館其實攞長少少。